周平王，姓姬，名宜臼，东周第一位天子，周幽王之子，母申后为申侯之女，后母褒姒。姬宜臼本是周幽王太子，后因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，褒姒生下一子伯服，得宠更甚。褒姒却与权臣勾结，阴谋夺嫡，而幽王靖为了讨美人欢心，便废掉王后申后与太子宜臼母子，改封褒姒与其子伯服为王后和太子，宜臼逃奔申国。前771年，周幽王被杀，申侯、曾侯及许文公在申国拥立宜臼为周天子及周平王，而国公翰则在邪拥立周幽王之弟姬于臣为周天子及邪王，形成二王并立的局面。前770年，由于镐京在战后已残破不堪，宜臼未必犬戎，在晋国和郑国的支持下迁都洛邑，史称平王东迁。周朝至此以后为史家称作东周。前750年，邪王被晋文侯所弑。前720年，周王宜臼去世，谥号平王。当时传闻平王和母亲申后因被其父周幽王废掉后一直怀恨在心，故意联合诸侯国曾和外族犬戎入宫杀害幽王和褒姒，然后即位为天子，故此周平王有弑父之嫌，亦令周朝的国势一落千丈。除晋郑二国之外，其余诸侯认为宜臼有弑父之嫌疑，故都不再听从天子，平王为晋郑氏一勉强之运国势，而造成春秋时代的开始。父周幽王，母申后。太子谢父周平王太子早逝，周桓王之父。王子胡，公元前720年，郑庄公院王。王子胡作为与郑国相互交换的人质。周瑞祖，平王少子，武则天称瑞祖为自己武家先祖。临即周桓王太子谢父早逝，由其子继位。